接下来咱来看台电公司为着回馈乡里，是特别办理了一个奖助学金。今日早起也伫咧尖山发电厂举办颁奖典礼，总共是有773个人受奖，颁发出335万的奖学金。台电公司也希望透过安尼会当鼓励学生囡仔努力读书求上进。颁奖典礼现场，即卖也透过镜头带你来看卖。台湾电力公司尖山发电厂办理的100亨利度台电公司平地区促进电力开发协助金奖助学金的办法，今日早起是伫尖山发电厂二楼的大礼堂举行颁奖典礼。大会是由厂长陈清刚主持，馆长王庆华等等地方各界人士也拢前往参加。会长馆长王庆华对台电公司秉持回馈乡里的信念，来加会平的合作是表示肯定加感谢。这个家国的心，这个社会有太多咱不感恩的人，这个社会有太多太多我们需要去感恩的事情。从一个感恩的角度来看待今天各位的授奖，我相信会有质疑各位未来成长的路上的一些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，所以我们希望当各位获得奖助学金的时候，不但心存感恩，同时也能够因而来更加的奋发努力。今年度奖助学金的总金额是新台币190万，各学校优秀的学子拢总是多达773个人。特别助学金是145万，得奖的人有37个人，拢总是发放335万。李君君了解，台电公司伫民国79年就开始办理奖助学金的发放作业。台电公司也表示，希望借由奖助学金的发放，来鼓励得奖学生会当骨力读书。屏东电视台记者王海良、陈淑惠报道。